今天教大家用这些食材做好美食。空碗中放入一勺粗辣椒面，一勺辣椒粉，再来点白芝麻，热油炸香，一勺孜然粉，一勺麻辣鲜，一勺精盐，两勺糖，三勺生抽，两勺陈醋，一勺麻油，一勺蚝油，倒入卸好的芝麻酱，搅拌均匀留着备用。水开先下带煮丸子，煮两分钟下入自己喜欢吃的青菜，焯好捞出投凉备用，倒入调好的料汁儿，咱给它抓拌均匀。家人们，视频你都看到这儿了，浪费你一秒钟的时间，给红标留下一个双击，让红标也上这热门。红标在这里感谢大家支持，麻辣拌我先搂一口。